他现在有在。所以他是诈骗，他想要对对，但是他看到站起来，就是还好你救我们，他可能没有，他看到行车记录器，对，他可能这个已经知道他是故意的。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来看我的？对，他现在在看你。你看他过来还蹲下来看我的行车记录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报警？没有，虽然他走掉了，那他还蹲下来看我的行车记录器，对，看他有没有你有在录。对，那他有去问你话吗？没有，他就站在我旁边看了我。